投资朋友，打给后，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报哦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呢，哦，是上下的震，哦，上下的震。那当然，基本上来说的话呢，这个很多投资朋友啊，认为在这边，有的人可能只是觉得说，啊，这边是不是跌升反弹？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还会再下去。哦，但是我陈老师呢，我不会跟大家谈那么多啦。其实不管今天涨或跌啊，人家说，哎，陈老师有涨嘞，今天有涨，我不管那个，反正我跟你讲的就是怎样。哦，这上个礼拜啊，哦，我在电视上随便乱写的，刚才订了一百嘛，大家拢一直在买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，哦，一张都不能卖。八大行库、国安基金、投信啊，这个民进党哦要大买，反正呢，我还是跟你讲这几句话。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一张都不能卖，我没有其他的看法，我不会说因为今天涨或跌跟你谈一些有的没有的。哦，就像我之前这个系统，我之前啊这个系统啊，哦，在三十几块的时候啊，二三十块的时候，它也不是每天涨啊，根本就不动啊，我就叫你一张都不能卖嘛，我管它今天涨还是跌。反正你到了这个地方，你就会看得到嘛。反正你到这边，你就是看得到的嘛。哦，那所以接下来系统接下来，你也不要管它分盘。我已经跟你讲过，第二个阶段，哦，第二个阶段我写在这里，一定要来扫陈老师的 LINE。记住了，你不要管它分盘，你不要管分盘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哦，内部消息。第一个阶段系统三十几块，我当时跟你讲，那哪有赚钱呢，啊？还是亏损呢？反正你不要管，我就叫你一张都不能卖，你都给我卖光光啊！第一个一定让你看到五，接下来一样的，不到我这个价钱一张都不能卖。那今天我一样的要跟你谈，反正我上个礼拜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一张都不能卖，哦，一张都不能卖。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一张都不能卖，有听清楚了吗？哦，啊，今天的银邦哈，今天看一下银邦，拉近一点，哎，看一下银邦哈，今天看一下银邦，反正我跟你讲的，你就放在心里面。今天各位投资朋友啊，陈老师给大家一份这个资料，银邦要来扫赖，一张都不能卖，价值上亿。到这个价钱，我就跟你讲内差内差。你手上有银邦或者你想银邦的话，今天一定要来扫赖，有没有听到？我上个礼拜，我陈老师我不喜欢跟大家废话那么多了。我上个礼拜在电视上胡写乱写，反正你们一天到晚卖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跟你讲，一张都不能卖了，哦，一张都不能卖了。那包括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这些 AI 概念股，记住我讲的。哦，那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一份资料。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价值上亿。你如果给我卖飞了，银邦你如果给我卖飞了，有的人问我说：“陈老师啊，哦，我这边给你写大股东下一波内差，内差，这边在供内差，怎样？就像我跟你讲这个内差，就像我跟你讲内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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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张都不能卖。哦，我不会去跟你谈技术分析啊，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哦，技术分析那给技术分析人去谈，我也不会跟你谈基本面，也没什么好谈的。哦，没什么好谈的。我已经跟你讲过，这年头也不流行什么技术基本面了。你看，洋资也亏钱了，系统也亏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，你不要管什么基不基本面，你不要自己在那边想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先一张都不能卖。我当时每天跟你讲，来拉近一点，有没有到五十几？那我就跟你讲，上个礼拜我已经跟你讲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一张都不能卖，一张都不能卖哦。那今天看一下银邦好不好？先看一下银邦，又到五百块。那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非常重要，今天一定要来扫陈老师的 LINE。我今天在我的 LINE 里面会告诉你，系统记住咯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还有银邦这五只股票，电子五虎。在我的 LINE 里面会讲得非常清楚，
哦，那你自己如果说你有什么动作，哦，那你一定要进来扫的 LINE。 所以我今天我陈老师在我的 LINE 里面，记住我讲的哦，记住我讲的哦。今天在我的 LINE 里面，系统、银邦、技嘉、伟创、广达，一张都不能卖。我不喜欢跟大家谈很多了，反正我就跟你讲。哦，那这里别再供了。就像我上次我跟你提这个嘛，我说你卖嘛，你看不涨就卖，你看不涨就卖。我已经给你写第一个目标价在这里了。你看不爽，你要不涨你就卖，你都给我卖光光。好，我今天一样跟你讲，系统、银邦、技嘉、伟创、广达，今天少赖一张都不能动，一张都不能动。我已经跟你讲内差，你就记住我讲。一张都不能动，怎么拉回都不能动，都不能动哦。反正我讲话你听得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哦，我陈老师讲的东西啊，都很干净利落了。像我以前你看跟你讲的股票，这种有时候有些东西哦，我以前讲的东西都很多人觉得啊，陈老师啊，我不爱买。陈老师一生三小了，安尼这个股票会去哦？你不买，你不是我今天我的股票，你都给我杀得乱卖了对哇啦？看伊卖去，你就卖啦。八月二十，下一波下一次大爆炸。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字？八月二十四号有哪一个字跟你写到它有什么技术面、基本面的？没有。今天各位投资朋友，你连买都买不到。八月二十四号在这里，一天才200张，我不会骗你啊！八月二十四号，一天才200张，游标在这里，我不会骗你啊！211，今天再创新高，拉近一点，44.75，这时候这边才30块，拉近一点，这边才30块。8月24号，211张。8月24号，211张。8月24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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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心放心，国家第一，等着看爆发性的、爆发性的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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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波这一支将会大爆炸，安心放心，国家第一，8054，8月24号，你不理我啊？你全部给我卖光光，一路卖啊！9.1亿的股本，我陈老师跟你讲，就像银邦一样，你看我在去年。7月5号，去年7月5号30-40块，没有人要讲陈老师啊，这几杀小。那时候每个人都在讲航运三雄，去年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在讲航运三雄，谁会去买34块的银邦3.4亿？谁会去买啊？谁会去买呢？3.8亿，盈盈进取。你看我这里面，在去年这个时候有哪一个字跟你提到？技术面跟基本面的倍数电子股，你看我这样写，今年8月24号，跟你讲下一波大爆炸，下一波看着爆发性的，反正我有的利多你不知道而已嘛，我就叫你买就对了嘛。啊，陈老师啊，这两我要买股票拢上无爱2000张20000张，啊，你这200张我是安怎有够？我无叫你买啊，反正我跟你讲的。
会有爆炸性的利多，你一定不相信我讲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不相信嘛？就像我系统叫你一张都不能卖，我就直接跟你讲，就内插，就是内插，就是内插，你就杀了一点没就丢啊了，但系统还没记啊，你卖嘛？我今天要跟你讲，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，你一张你都不要给我动，我是好意哦。真的是今天看都不行了呢。我那时候跟你讲系统的时候，一张都不能卖，也是不行过啊。三十几，慢慢慢慢又掉到30块，又上，又根本就不涨啊。你卖卖看，你卖了就飙了。他在等你卖。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、银邦也是一样在等你卖。我正好是有时候讲话，很多人听不下去。你看像这一只股票，我不要讲了。我第一个全市场第一个讲的，走在最前面，鼎业之王，下一支银邦10倍，6月27号，一天啊400张，前顶。你看你拉到这边来，6月27号，410张啊。陈老师，你每次叫这没有量的，股本又小的，我说你用你就知道了。我第一全市场第一个讲呢，现在一头拉股的人都在讲什么上权啊，本来大家都在叫一权，都在叫十权上权，哪有人要讲？每个人以前都在叫德伟，我说你要不要买一个20-30块的德胜哦？德胜那没卖，德胜你杀小德胜，我跟你讲，德胜有一天追过德伟，我跟你讲，以前那时候大家都在叫德伟嘛。我说、哎、呀，不然找一只德伟，我也没喊到，找一只有德的好了。全市场第一个呢，我还跟你讲这一只股票未来啊，下一只银邦10倍，先看100。你看它涨的，你看它这一只前顶它涨的。得一点供呢，走在最前面，鼎业之王。我那时候叫的时候，现在一堆人都说，哎呀，这一只很好，你好什么好？你看那个时候410块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看看它以后会不会到这边。会不会是下一支的银邦？会不会是下一个银邦10倍？我那时候讲啊，你看我这里面有哪一个记，哪一个是以后银邦第二，一天400张而已。6月27号，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理他，好不好？410张，6月27号在这边呢。6月27号在这里，没有人理他，这边都没有人理啊。400张最好，这里叫这干什么？这边都没有量哎、欸，都没有量，现在就有量了，现在就有量了。陈老师，他这股本那么小，这人买吗？他今天78亿，他能飙；他今天780亿，他能飙。你看这一只股票叫前顶，创威也是啊，涨到被分盘，讲到我都要生气了。创威也是啊，涨到被分盘啊，没人要啊，创造历史，威力无穷，3.3亿。哎，我奇怪了，我。7亿的股本，走在最前面，鼎业之王。记住，参加投顾老师要参加鼎业，不要乱参加。参加投顾老师要参加鼎业，有没有听到？鼎泰丰的鼎啊，参加老师要参加鼎业投顾。莫傻嘞，在那乱七八糟的投顾乱参加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讲的真正哎，鼎业投顾每个老师都很棒棒。欸、我以前讲的时候谁要买啊？走在最前面，走在最前面，鼎业之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参加老师为什么要参加鼎业投顾？对吧？咱就没去做这边非凡东升呢？这谁啊？这谁要买这个啊？谁要买这个啊？对啊，股本超小的创威第二，以前没有人啊，627号，更让我那个。难过的是，都给我卖光光，都卖光。陈、啊、老师，你每次都叫那股本很小的，人家那买 IC 设计都买那股本很大的，人家叫那股本很小，这样子就能涨哦。那买 IC 设计当然是要买联发科第一名啊，谁要买什么叫安心放心国家第一？我跟你讲 ，IC 设计一样，股本越小越会飙，好不好？没有人要啊，从没量到今天20块。20几块到今天40几了，又一倍了。
然后呢，那时候一直跟你讲，每天跟你讲，哎，系统哦，一张都不能卖，一张都不能卖。陈老师，你的股票今天又没涨，我就给他卖了。你今天又没涨，我就给他卖。我说没关系啊，你卖到五十。创威啊，这谁啊？你也被分盘了，我每一次都被分盘。我告诉你，分完盘就知道了，这个会不会以后的银棒？这谁要这个？谁要这个东西啊？全市场第一个讲的，走在最前面，鼎业之王。有的还说陈老师，还在很笑，什么鼎业之王？你看看现在每个人都在讲他前顶，627号走在最前面，下一支银棒。我那时候还跟你写，先看100，再到两个叉叉。你看看现在到100了，现在到100了，你接下来看会不会到二叉叉？我告诉你，陈老师今天给你一支股票，你给他踹的蛋，我跟你讲，你给他踹的蛋。这一支股票未来如果没有超越前顶，没有超越创威，没有超越安国，没有超越系统，哎，我陈老师，我讲股票不会每个人安尼暗暗看看嘛？赶快来要资料，要什么资料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跟你提的这个，你给我等着看。三倍的银邦联合第一，三倍乘三倍，我今天跟你讲哦，4亿股本，世界第一，台股第一，未来第一，银邦三倍，这一支股票先把它记住，5493，三倍乘三倍联合第一，它叫做天选之王，把这几个字给我记住了，你现在看不起它，你现在看不起它哦，天选之王，天选，天选之王。未来世界第一，我跟你写这不会夸张哦，世界第一哦。啊，陈老师啊，你讲话也无咧好，无要紧啊，你我知影啊，我以前讲这個，你哪有感觉也去？哎，30块呢，去到500呢，我跟你讲，怎嘛？未来我跟你讲，2XX开始起跳，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？你会相信2XX起跳？陈老师，我不信。哎，我讲什么你都不信啊，你信了吗？6月27，全市场第一个讲，一天400张，走在最前面，顶业之王，你信过我吗？都讲，陈老师，你每次都讲那小股本的，小股本怎样？8月17号，你信过我吗？7月5号，去年你一张都不能卖。我跟你讲，一张都不能卖哦，一张都不能卖哦。我告诉你，一张都不能卖，你等着看。陈老师啊，啊，我探情况的照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张都不能卖。天选之王，一张都不能卖。陈老师啊，我现在看不到利多呢。系统有利多吗？系统亏钱呢。洋智今天涨成这样子，20几块，为什么人家要炒20几块的洋智？还昨天还说他亏钱呢，照样涨停。创威涨到被分盘，前顶涨到100块，安国今天再涨停。可陈老师、啊，你怎么都叫他10以下的小股本？我爱买，我都要买那个几百亿的股本呢。你去买台积电啊，你去买联发科啊。我今天跟你讲，别个老师拢大咧啊，大咧哎，大咧大咧，唔知啦，啊翻开涨停板。老师不要做到那么 low 好不好？全部的投顾老师都这样子，大咧唔知啦，赶快来要资料，翻开涨停板。搞什么屁呀、啊？你也太扯了吧！翻开涨停板，那你不要翻了好不好？不要翻了，不要翻了。这一次我不知道，赶快来要资料，翻开涨停板。我跟你讲啊，我陈老师永远啊，哎、欸，我这虽然我，你说我这个说真的，我会给你盖的，让你不知道吗？那时候几块钱啊，啊，我会盖的让你不知道吗？我都给你写在上面吧，我都给你写在上面吧，陈老师，我会猜不到那是什么，我给你框起来了，你猜不到，我会给你盖起来都不知道吗？我会不会像其他老师盖起来不知道？
我最多盖这边嘛，但是你不要等我这打开好不好？你不要等我打开哦。陈老师啊，我猜不到哎、欸。你猜不到，你看不懂国字啊你。我没有写英文。Triple, 那 Triple 啊，那也在 Triple 杀杯啦。我跟你讲，在以后啊，以后我跟你讲啊，以后啊，我写这边哦，我写在这样子哦，你以后会觉得说啊，陈老师哎呀乱下，而且瞎杀小世界第一，而且是世界第一哦，我怎么不会哦？不会对不对？好，我写的东西，人家都觉得说，哎，陈老师啊。啊，陈老师啊，你我要你看，注意看，你看我写过的东西哦，要你注意看是这边哦。我跟你讲，先看一百，再到两百。陈老师啊，你卖好小啦，我都写这样子啊，没关系，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，我都写这样子，威力无穷。好，你看啊，大爆炸的，你写的是不是大爆炸？大爆炸？哎，各位照比我讲的还夸张，我都写这样子，三十几块。业绩大成长，你看我有写基本面技术面吗？基本面技术面怎么样？就给非凡东升去讲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写这样子，我一样的，我今天给你写这样子。有一天啊，你会回来求我，陈老师啊，为什么最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买呢？我要就给他全部扫光光，你卖公黑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讲的东西哦，我讲的东西有一天啊，有一天哦，你看我都没有任何一个我，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各位朋友啊，各位，我这样子不够意思吗？一张都不能卖，让你看五，你就给我卖光光，我就跟你讲内差，你知道不？内差。陈老师啊，三倍乘三倍是九倍呢。Very good， 你会算嘛？你会算数啊？你讲我夸张？陈老师，三倍乘三倍是九倍呢。你讲我夸张对不对？以后你看到更夸张。我本来那银邦跟你讲过到一百，啊，不相信，到五现在到五百，三十几块它会到一百。安国安心放心国家地这股票会涨吗？人家都知道 IC 设计就是买个什么联发科嘛，对不对？买那个高价很高价那些买 IC 设计，怎么会有人买安心放心国家第一？你不买我买啊，前顶走在最前面顶业投顾啊，偏偏就参加别的投顾，偏偏不参加顶业投顾，对不？吃东西吃顶泰丰参加投顾还参加顶业投顾，买股票买前顶，我有没有讲过啊？创威没人要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这一份资料记住了这几个号码：5493，5493，先把它放在心里面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
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不相信吗？他会到50嘛？你不相信啊？30-40块会涨10倍啊？你不相信啊？你不相信啊？你不相信啊？各位，我只跟你讲，好好把握。我再讲一句话，好好把握。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